老徐，老徐，老徐，猎鹰紧急呼叫，猎鹰紧急呼叫！猎鹰，我是黑马，我是黑马，请讲。我的直升机载有5名霹雳火受训队员，现在出现紧急状况，2分钟之后将在拟处降落，请确认信息，尽快回复。明白，我立刻将飞狼报告。直升机？ 飞狼，我是黑马，收到，请讲。我是飞狼，怎么了？刚刚收到猎鹰的呼叫，他的直升机出现紧急情况，要求载我指挥部临时降落。直升机上还有5名我们的队员，鹰巢那边确认了吗？刚刚联系鹰巢，已经确认。好，允许他降落。明白。飞狼，没什么危险吧？什么情况？没说。奇怪，猎鹰的直升机距离鹰巢和指挥部的距离差不太多。 他挺指挥部干嘛？不好，怎么了？就是刚才那架直升机，可是它没有支持的护航，如果它出现故障，怎么能没有护航呢？你是说？快回去，快走，走，快！ 一组上左，二组下右，注意我们的人，其他人跟上无论，干！ 是我，是你击落我的，就用这个破玩意儿。韩浩鸟，是你太大意了。哎哎，快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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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不甘心。老鸟，算了啊，你天天过年也得让人家带鸟吃顿饺子嘛，啊？你幸灾乐祸呀！哎，你这话说的，我可没有啊，我也很窝火嘛。现在不是窝火的时候，现在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好鸟，你也应该好好的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啊。我知道，我就不该低空盘旋，我应该先向鹰巢报告。可是我就是好奇，你为什么不飞啊？好奇害死鸟。梦想？什么梦想？我一直都梦想着能够击落他，我一直都梦想着击落他以后，我要向他表。我跟你说这干什么？真是。赵雅，现在高兴了吧？啊，他这辈子都不会再理我了，你明白吗？梁四。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你的梦想，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好，你不想知道，那我就不说了。我真拿你这个小毛丫头，我怎么就没招了呢？怎么就……哦，你说，我告诉你，我不再是那个小毛丫头了。没完了是吧？来劲儿了是吧？说不说？就不。赵小雅，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心情很不好，你现在弄得我心情更不好，你知道吗？我会告诉你的。说呀。但是不是现在。好玩是吧？打仗呢，想什么呢？这个时候了，淘汰谁都跟割肉似的疼。我们走。刘雨欣，我准备开始了啊。好，检查武器装备。我是鹰巢，刚才怎么回事？为什么联系突然中断了？系统遇到故障，我正在寻求降落。重复，系统遇到故障，我正在寻求降落。请报告具体的情况。我现在接近蓝军指挥部，请求紧急降落，排查故障。请鹰巢协助联系蓝军指挥部。好的，我方马上为你接驳信号。猎鹰，我是黑马，请讲。
我的直升机载有5名霹雳火受训队员，现在出现紧急状况，2分钟之后将在你处降落，请确认信息，尽快回复。明白，我立刻向飞狼报告。直升机？飞狼，飞狼，我是黑马，收到请讲。我是飞狼，怎么了？刚刚收到猎鹰的呼叫，他的直升机出现紧急情况，要求在我指挥部临时降落。直升机上还有5名我们的队员。鹰巢那边确认了吗？刚刚联系鹰巢，已经确认。好，允许他降落。明白。飞狼，没什么危险吧？什么情况？没说。奇怪。猎鹰的直升机距离鹰巢和指挥部的距离差不太多，他停指挥部干嘛？不好，怎么了？就是刚才那架直升机，可是他没有支持的护航，如果他出现故障，怎么能没有护航呢？你是说？快回去，快走，走，快！一组上左，二组下右，注意我们的人，其他人跟上勿论。干！不是，老同志，大意了吧？哎，你们这是？别动！你们干什么？飞狼此事有交代，遇有特殊情况，优先处决丈夫。我先杀了你，再杀了这头猪。你们是反动派吧？你们对战俘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就不怕受到谴责吗？这些跟我们说不着，你先想个姿势，不要太难看。等等，等等，等等，干嘛？我跟他诀别一下。你有病啊！你跟猪说什么话？他现在是搜救对象，你们总得讲点人道吧。快点快点，天永别，共赴黄泉。快点，快点！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没有啊。灵儿，我们俩人呢？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走。等等。又出发，在那边，走。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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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他真哭了。他是知道自己即将被淘汰，心里难受。哎，他也是个感性的人，那咱们怎么办呢？不知道前方能不能听得出口。等他唱完最后一句吧。敢问路在何方？路在家。莲儿，我离那猪远点，当心它咬你。莲儿，你要乐观，一定要乐观。救援一号，我是韩浩鸟，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要做无谓的抵抗，现在向你发送新的航线数据，请按照此数据飞行。我们的考核内容里没有这一项。你们的考核内容里也没有用轨迹骗取直升飞机的这一项。你们这是在报复吗？随便你怎么认为，
航线数据发送中，请接收。雷杰，赶紧想办法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人家是武装直升机，我们是运输机，一架能干过我们十架，想逃也逃不了啊。那就只有从了他了。从了吧，到地面再说。大不了跟他们拼了。对，猎鹰，猎鹰，这里是韩浩鸟，救援一号从了。韩浩鸟，跟上救援一号。明白。李郎，说说感受吧。飞得挺稳。别打岔。我最讨厌你这种笑容了。为什么？我对这种笑容印象太深刻了。以前咱们俩打赌，每次你赢的时候你都这么笑。你也只有在这种时候笑得才最真诚。形容吧，我什么时候笑得不真诚了？在我们的婚礼上。现在回忆起来，你笑得真假。是男人，别老翻旧账。好，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们婚礼的时候，你真诚的笑一次，那我这辈子都不跟你翻旧账了。咱一小对儿，管住，要不了。OK， 要不住。要啊，不要了，走了啊，六道 K， 没了。偷袭啊！炸你！起吧起吧起吧，还跑得也太快了吧！你这回跟你俩玩，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哎，刚才你们有炸没有啊？把分记上。哎，都看我干嘛？怎么了，老板？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给我们记分了。谁说的？万一哪天飞狼要回到狼牙，我不就又回来了吗？啊？他不会回去了。即使有机会回去，你也是客人了。说点什么吗？我刚才那个二先出了就好了。好了，继续继续啊！我来。回基地的路，没错。按照他们发过来的航线数据，五分钟之后，我们将会降落到基地机场。他们想干什么？我们现在考核还没有结束，按照演习规定，我们应该把两个飞行员送回接应点。刚刚接到指令，接应点已经更改到了基地机场，要求我们一切按照流程照样进行。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觉得我们不用怕，大不了跟这波飞行员啊大干一场。到了地面，他不是我们对手。还是克制一点吧，毕竟我们大家都是战友。别人我倒不担心，可就那韩浩鸟，他就不像克制的人，搞不好这场意外就他挑出来的。那猎鹰呢？猎鹰就不管吗？你得了吧，
猎鹰飞行服还在小鸭身上穿着呢，他不默许，那这帮人敢这么干？猎鹰不是那样的人，人心隔肚皮。我了解他。各位，我有个请求，等我要是真闹起来了，把寒号鸟交给我来对付。哎呀，零幺四号，没想到你现在归属感很强啊，我们都很欣慰。什么呀？他是怕寒号鸟吃亏，不过我能理解，男人就应该这样。哪儿来那么多话呀？今天，你能不能对我态度好点儿？你要是再话多，就坐后面去。好好好好好，全听你的。基本上已经做了基本的处理，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啊，现在你们可以把他走，抬走吧。看见没？这就来了。梁小九，你别看了，这个时候领导是不会来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冷静一点，要不然我先去找他们谈谈。有什么好谈的？咱们不拒他们。这可是严重事件，这处方也要下来。零二四，我罩着你，一会儿你别动。还是我先去吧，他们是我战友，我下不去这个手。那也行，我们先礼后兵。兄弟们，兄弟们，寒号鸟，容我说几句话，好不好？你想说什么呀？你有什么可说的？你看，大家都是军人，是不是？对呀，我们是军人啊。战友，你咋了？你表情这么怪、啊？你那帮兄弟姐妹也不对劲儿啊。摩拳擦掌要干什么呀？哎，哥几个，哥几个，冤家宜解不宜结，真的，将来咱们还要密切合作呢，千万不能那样，真的，求你们了，好不好？一定要淡定。不是，丹鸟，太冷了。丹鸟，你怎么越来越呆了？我们只不过是按照猎鹰的指令过去和你们霹雳火一起列队，这会影响团结吗？啊，你们、啊、我们都是军人，你以为我们想干什么？打群架呀？哎，丹鸟，我给你个建议啊，回头啊，把猎鹰那身衣服洗干净熨好了再送回来啊，陪我的啊。零幺四，你干嘛呢？人家战虎的战友等着列队呢，你挡道了。零幺四，快回来吧，咱们也得列队。零幺四，我觉得你刚才说那话特别不合适啊，太给咱霹雳虎丢人了。零幺四，你快回来吧，丢死人了。哎，我说你们这帮子。战虎，全体集合，霹雳虎全体集合。Thank you.
请少信。我曾经带过很多集训队，也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场面，每一次我的心情都很激动，但是这一次它确实很特殊。今天我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是因为今天它与众不同。在我高盛涵的军人生涯当中，今天是最特殊的一天，因为在今天一支崭新的特种部队诞生了，这就是霹雳火，中国陆军航空兵空降战术救援突击队。同志们，我们的霹雳火诞生了，而你们将作为这一支崭新的特种部队第一批特战队员。从今天开始，我们霹雳火将履行自己的职责，作为飞行员的守护天使。从今天开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第一时间出击，去营救被围困的飞行员。从今天开始，他人的生命高于自己的生命。从今天开始，我们除非死去，永不放弃。战虎特大队，百名小组站，向我们的守护天使致敬，敬礼。哎呀，飞行员向我敬礼，愣着干什么呀？咱是不是得回个礼啊？立正，百名小友站，起。我宣誓，我宣誓，我是霹雳火，终将为生命守护，他人的生命高于自己的生命。我是黑暗中的利剑，我是战场上的盾牌，我是雷霆救兵，我是天降卫士，我是时刻准备为你献血的迷彩天使，我是甘愿牺牲自己去挽救你的勇士。我不需要你记住我，我不需要你纪念我，我将生命和光荣献给霹雳火。今夜如此，夜夜如此，除非死去，永不放弃。除非死去，永不放弃。除非死去，永不放弃。永不放弃。
咱们这桌是不是最安静的？是啊。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都不再年轻了吗？你们干嘛都看我呀？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也都这么看着你，总是不约而同的看着你。你高兴呢，我俩就高兴；你不高兴啊，我俩也就高兴不起来。只不过飞狼这家伙伪装得太好了，以至于我一直觉得他是在配合我。子墨，你们俩还要继续回避这个话题吗？杨娇，人到了。这地方要不要？行。黑龙，黑龙，来，我喂你吃根香蕉啊。黑龙不吃香蕉。他不吃香蕉，那这样吧。吃个花生，我给你剥一个，好不好？我警告你啊，别老腐蚀我的黑龙。这以后都是战友，战友了是吧？再说一遍，以后只能我喂黑龙。你是嫉妒我跟他好？行行行，你喂好吗？你来。黑龙，黑龙，你看看，黑龙，叛徒，不理你了。黑龙真乖，哎呀，黑龙太乖了啊，没白喂你。谁看？哎呀！哎，哥几个，看着好不好？再来一个。啊！这大地瓜，烤地瓜，们一块钱能买仨？能买仨呀！买仨！哎呀！你想去就去吧，我们那么小气啊？那当然了，我当然想去，我就去了。那你看我干嘛？你看你这都不明白，我为什么看你？我看你就是希望你能够把我这个位置给我占住了，不能让他们两个等会儿过来把他给抢了。得了得了，你就别遮掩了。那我去了。哎，你还真去啊？坐下，你们俩哪头的？小袁，我给你打赌，你赢了。什么赢了？赢什么了呀？你看他那副旧情难忘的样子，我危险了还差不多。不行，我得去搅和搅和。你能不能沉稳点啊？看着。大地瓜，小地瓜，你看下这个能买啥？哎呦！好，下个谁？来人！哟，这是谁呀？哟，这谁呀？这是谁呀？这是？哎，你们认识他吗？谁呀？谁呀？稀客哎！兰德，稀客哎！呀呀呀呀呀呀！你们这帮人呐！呀呀呀！我这都主动负荆请罪来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啊？哦，跟谁请罪呀？什么罪呀？我说你们，好，当然是韩浩鸟了。哦，呀，韩浩鸟，哎呀，对不起，我不接受。别呀，韩浩鸟，人家这么有诚意的过来了，你总得让人说句话呀，是吧？在理在理，就是。
没准人家呆鸟一番慷慨陈词能把你给感动哭了，捎带脚就原谅他了。哎，就是。有话说，有屁放。哎呀，这样啊，俗话说得好，兄弟戏于墙，外遇其辱。停，别整这文字啊，听不懂。老干的，哎，许飞，你这说的什么玩意儿啊？还戏于墙？你得这个开门见山，这个直来直去，是不是？哎呀，我。哎，别，真不是，没别的意思，真没别的意思。其实很简单，我就是想来敬我们各位一杯，为什么呢？就冲着我们这革命的友情，敬大家一杯。就是，喝一杯来，干！敬！干！干！哎，你怎么不去起哄？我是喜欢起哄的人嘛，你怎么不去啊？怎么了？没事。你周末有什么安排吗？怎么了？啊，我是想，要是你没安排的话，不如……啊。我周末得回学校。回学校？你手续不是早就拿过来了吗？我去找人。喝一杯来！干！干！你怎么不去起哄？我是喜欢起哄的人嘛，你怎么不去啊？怎么了？没事。你周末有什么安排吗？怎么了？啊，我是想，要是你没安排的话，不如……啊，我周末得回学校。回学校，你手续不是早就拿过来了吗？我去找人。你女朋友真找不着了？那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平白无故消失了呢？你没报警吗？人家是辞职不干了，我凭什么报警？辞职？辞什么职啊？你干嘛老关心我的事儿？才懒得管你。谢思瑶，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提醒你，如果你真喜欢我，最好趁早打消这个念想，免得将来自己受伤。王兴，就算我曾经犯贱喜欢过你，以后也绝对不会了。黑龙，走。谢思佳，你去哪儿啊？我去溜溜黑龙。烤猪就要来了，没胃口。是一个高傲的女孩，高傲的甚至都不像是女孩，
以前在武警就没人把我当女孩看，看我现在到底是怎么了。我想起妈妈以前写的日记了，她说喜欢一个人有时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你明明喜欢他，却又很清楚的知道他不能跟你在一起。我现在和王兴不就是这样吗？人家对他的女朋友一往情深，可我还是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还是会伤心。我到底是怎么了？我到底是怎么了？我死定了！真的要回去，我本来还想趁这几天休假的时间带你去和战俘的飞行员做一些模拟救援科目的演练的。飞狼，下次吧，这次我必须得回去。有什么急事？回找人。找谁？找女朋友。你非得回母校找女朋友吗？是我已经有的女朋友丢了，回找找她。你真有女朋友吗？哎呀，其实也不算女朋友，还没有确定关系呢。没确定关系算什么女朋友？肯定是人家根本就不想理你，你现在回去找人家，你好意思吗？飞狼，不是这样的，我了解他，他消失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担心是出什么事儿了，我必须找到他，问个清楚。飞狼，我答应你，只要找到他，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保证按时归队。谢思潇是没戏了。你也知道事儿。全世界都知道。我问你，还没有是女朋友的那个女孩，你能确定她比谢思娇更适合你吗？王兴，不是我这人八卦，马洛他们天天都嚷嚷你跟谢思娇很合适，而我个人的意见，你应该考虑考虑。你是不是觉得谢思娇不够漂亮？我跟你说，那是因为她在武警部队天天和男兵一起摸爬滚打，可如果化上妆，擦上胭脂，抹上粉，一定会比大街上那些娇姑娘娇小姐好看多了。飞狼，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是嫌弃谢思娇，我也觉得我跟她挺合适的。我怎么跟你说呢，这就是个排序的问题，先来后到。还排序？你小子够狂啊。不是我狂，丹丹那个女孩确实不错。把你说的丹丹这个女孩照片给我看看。谢思娇毕竟是我的爱徒，如果看了照片，我觉得这个女孩确实好，我二话不说。但是如果她不如谢思娇，这价我就不准了。照片我没带。那你告诉我，你是真想和人家结婚呢，还是先谈着？我当然是想结婚了，那如果是有可能的话。我郑重地跟你说，如果是想结婚，那你必须要考虑现实的问题。夫妻两地分居可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现在愿意随军的女孩可不多。你说这个问题我还真没考虑过。
飞狼，你就准嫁吧。我这一天不找到她，我心就悬着。那我时间长了，怕我耽误工作。你说什么？想威胁我？不不，我不是威胁你。啊，我求你了，行吗？真想去，真想去。那如果找不到人呢？那我就死心了，乖乖的回来训练。飞超家，谢谢你，飞狼，我马上就走，坐午夜的航班。不回来了，至于那么痛心吗？这真要是你不回来了，我们才没那么痛心。哼，俺们痛心也不是因为你。哎呀，有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可倒好，放着眼巴前的月亮不要，跑出去找星星。关你们屁事儿！哎，啊对，是不关我们的事儿，哎，纯属意外。咸吃萝卜淡操心。没人送送我呀？哎，我说你们几个吧，就没有一个争气的啊！要我说，那谢思潇是正经不错。得了吧，就拿我来说，也不是没想过啊，想想，想想而已。我还想过玛丽莲梦露呢。哎呀，你这个禽兽啊！你连逝去的人都不放弃呀、啊？他一直都这样，回去。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别人对他有想法，就谢思潇那样的女汉子，谁接得住？嘿，你还别说，咱全队啊，也就王鑫能接得住他。你看人那俩人，嘻嘻相惜的，多好啊！啊？哎，这真是郎才未必玉女貌，才子他未必配佳人，对不对？这两股相争，他必有一伤，这一山能容二虎吗？所以说，男女不能都太强势了，未必会有好结果。哎哎，徐飞，哎哎，你那话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啊，我告诉你啊，我是说吧，你们说都对。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我总得要个结果吧，我得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吧。做人得有始有终。各位，再见了。喂，你真走啊？啊！红眼航班你都坐。黑龙，我们走。哎，我如果能找到他，我带回来给你见见。你不是想见见他吗？算了吧，我现在没兴趣了。黑龙，我们走。首先祝贺你们俩，成功完成了组建霹雳火空降战术救援突击队的任务。今天一早上把你们叫过来啊，是向你们宣布一个
上级的决定。政委，啊，行。高胜寒是吧？我刚从北京学习回来，总部首长对你的评价是两头冒尖，月月做检查，年年上红榜吧？啊？报告政委，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年轻嘛，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做检查，你紧张什么啊？不做事就不会做错，做了事就可能做错事。年轻的干部就是应该有点闯劲，做了错事不要紧，改过就是了。容错率也是考验一个领导艺术的课题，放手让部下去做事，就要做好随时做错的准备。人嘛，没有不做错事的时候，都是在不断的成长的。谢谢政委。我看总务首长说的没错，你呀现在变得成熟多了。我还需要继续努力。根据旅常委会研究决定，同时上报集团军党委和军区党委批准，决定任命你为我旅霹雳火空降战术救援突击队队长，祝贺你。保证完成任务。根据旅常委会研究决定，同时上报集团军党委和军区党委批准，决定任命你为我旅霹雳火空降战术救援突击队教导员，祝贺你。我怎么了？我怎么会？怎么，霹雳火不需要政工干部吗？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还不够资格。这是经过党委会认真研究决定的。我们一直认为啊，你合适。你知道委任我当教导员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俩要在一起搭班子。我知道，我不是第一天当兵。说实话，我有点怵。为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们不应该把工作以外的东西带到工作上面。你能做到吗？我会尽量。还算诚实。这是领导的命令，你我都是军人，必须要服从命令。好像我们俩还没单独说过这么多话吧。我调回来之后还没有。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谈个心什么的？改天吧，今天是蓝牛的生日，我得回家给他做饭。哎，怎么怎么还没好啊？好了，来来了。您的餐饮好了，请慢用。这怎么还扣上呢？就是，哎，我饿死了啊！我不管，我看，哎，干什么？饿死鬼投胎啊！我是大厨啊，我开，我来。此处有掌声，看看，牛排。对啊。切，你这一块够谁吃的呀？哈，真是个土包子。正宗的法国西餐，你以为是东北乱炖啊？要的就是精致 gentleman。 你还会做西餐呢？是啊，这个都是跟我妈妈学的。我爸爸妈妈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他们的厨艺老师是一个正宗的法国大厨。你
你爸妈去法国留过学？是啊，你还不知道吧？他父母是咱们国家直升机的设计师，现在正在研制那个。哎，再说小心我灭口啊！哎，你什么意思啊？对我还保密？哎，不是那个意思，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久了就习惯了，别介意啊。来，我先给你切一块正宗的，来点汁儿，来，尝一尝吧。哎啊！我呢？别着急啊，能少了你吗？嗯，真的很好吃。好吃吧？嗯。我就料到你喜欢吃，来块大的。嗯嗯，我死不了。真挺好吃的，好吃就好。沙子有点迷眼了。非要点破吗？我知道这里没有风。我什么都没说。你就是这样，能活活把人气死，还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可是我刚才只想起了我们当年在航校的时候给我们做牛排的事情，真快啊，好像还发生在昨天。你还记得？怎么会忘记？活力无限，历历在目。难道你忘了？记得，你先走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高胜寒，我能问你一个问题？问什么？你老娘去哪里？都市猎人搏击俱乐部认识吧？认识，那个地方挺有名的。好，走吧。王鑫，你不是去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别了吧，我跟你打探一下龙丹丹的事情。哦，你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吧。来，请坐，请坐。王鑫啊，丹丹临走的时候特别嘱咐我。说如果有一天你来找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王鑫，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一定在找我。我只能跟你说，抱歉了。由于一些原因，我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也由于一些原因，我无法告诉你我要到哪里去。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度过那段快乐的时光，这必将成为我们之间永远的美好的回忆。就这样，让它成为回忆吧。不要找我了，也不要再等我。祝福你，丹丹。杨老板，他什么都没说吗？什么也没说，他是突然向我辞职的，而且是说走就走，我留都留不住。我也问起过你们俩的事儿，他就给我这封信。杨老板，谢谢你啊。王鑫，我也是个过来人，有句话想劝你，这女人的心，海底的针，你也别太认真了啊。我一定要找到她。行啊，你到底会不会玩啊？哎呦，大哥，我今天刚玩，你这水平太臭了吧？你看今天害我排位赛掉了多少名啊！对不起，大哥，明天你再带带我吧，回去好好练练。老板，你好，给我开台你们这儿配置最高的电脑。好的。这边配置都很高。好，谢谢。你穿这身衣服确实漂亮。真的假的？真的呀。哎，就你穿这身衣服都能去相亲了。我倒是想相亲来着，谁跟我相啊？哎呦，你别急嘛，那早晚都会遇到合适的。我不急，我妈急，原来打算等我退伍之后就给我介绍对象来着，后来知道我留部队了以后就开始发愁了。你从部队找你干嘛？我不想找女兵。为啥？我喜欢温柔的。咱们队那帮女兵没一个温柔的。嗯，感觉都挺温柔的。你看看那郝莲莲和李珊就挺好的。哟呵，你小子算是有目标了呀。没，暖的意思就是他们都挺好的。少来这套，看上哪个了？我给你签下。真没有啊，俺就是说他们挺好的。郝莲莲，不是李珊。哎呀，没有啊。哦，那看来是李珊了。这事儿啊，交给我了。老棍儿，你
别跟着瞎掺和了，行吗？啊，你也不想想人家李山是城里人，那您看上俺这个农村人吗？都什么年代了，爱情都无国界了，还什么城市的、农村的呀？这事儿啊，交给我了。宝贝儿，你别跟着瞎掺和啊！宝贝儿啊，你还是管好你自己事儿吧。哎，呦呦呦，还害臊呢！你别跟俺弄啊！这谁跟你？爹，爹，看看去。爹，你醒醒！爹，爹，你醒醒！爹，你醒醒！爹，你们谁来救救我爹？谁来救救我爹呀？姑娘，看来你父亲撞得挺严重的，我们不是医生，帮不了你忙啊。是啊。爹，爹。妹子，你别晃他。爹，把他交给我，你别动。你是医生，懂点，知道。爸爸，大妹子，那我来，我来。爹，爹，死了？没听着吗？呼吸和心跳都没有了，死定了！爹，爹，你醒醒！妹子，你先别急。我能不急吗？我爹都死了，爹，你不能死！爹，你不能死！爹，爹，你不能死！爹，爹，妹子，爹，大妹子，爹，爹，大妹子，爹，大妹子，你别哭。你爹不一定死啊，俺家有这不救上他吗？那我爹还有救吗？放心，俺战友绝对不会放心你爹的。爹，爹，爹！宝贵，奶奶来画画你。我不能听，石头，赶紧联系120，告诉他们伤员的基本情况，让他们做好急救准备，然后报警，快！喂，120吗？我现在在风华路和商东路的路口，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伤员现在非常严重，心跳和呼吸已经停止，我们现在正在给他进行心脏复苏急救。对，你们快点赶到，快！醒醒，爹，你醒醒！啊，好了。哎呀！哎，还有血吗？嗯，没了。哎，救人一命的感觉真好，做无名英雄的感觉。
更好。啊，走，回去。哎哎哎哎，老官，你衣服呢？真漂亮，一会儿爸爸就来了啊，别着急。安妞，爸爸。哎呦，怎么样？还想去接你呢，想爸爸没有？当然想了。亲一个。爸爸亲我。好的。爸爸该刮胡子了，痒死了。好的，爸爸听蓝妞的，回家刮了以后重新亲你，好不好？好，爸爸真乖。怎么还麻烦你把他送过来？啊，没有，今天不是周末吗？正好我在省城也没什么朋友，再加上又是蓝妞的生日，所以我就把他给送过来了。哦，对了。这个是我给蓝妞买的生日蛋糕。真不好意思，谢谢了。没事儿。啊，那人我也送到了，蛋糕也送过来了，我就先走了。夏老师。真的非常谢谢你。不用不用，你都说了两次了。再见。再见。跟阿姨再见。夏老师再见。再见。怪你呢，我不喜欢别的女人接近你。这应该的，爸爸有你，有妈妈。爸爸是个好爸爸。饿了吧？想吃什么？我们是出去吃呢，还是回家吃？你说呢？你今天是寿星？我想回家吃，我好久没吃你做的牛排了。这么好，爸爸就知道你的小心思。爸爸已经给你买好食材了，我们走。